好简单。你身上有没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小毛病呢？这些小毛病让你觉得人际关系上面好像有一点点小困扰哦，你很想解决它，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。例如说跟人家握手的时候都很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个汗的嘛，臭臭的啊那哈。不然就是，哎，为什么衣服上面会有一些不太好闻的味道呢？哈，等等之类，或是跟人家讲话，你的口气不太好哈。那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可是对生活上还是有些困扰。我们今天要请教专家，怎么样排解我们这些小困扰呢？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。好的，刚刚都说到很担心身上有一些异味嘛。好，那第一个联想到就是腋下的狐臭哈。那这个体味该怎么去解决它呢？我们先来看这段 VCR。香喷喷的致汗剂怎么会喷到腋下溃烂？就有一名42岁的妇女，因为腋下出汗又有狐臭，为了遮盖味道，不止喷上致汗剂，还擦体香剂，结果腋下变得又红又痒。这两个合并使用的话，是让假使有些人体质比较敏感的话，的确会加重他一个过敏的一个现象。医师说，妇人应该是对产品过敏，因为不到两天腋下就又红又痒，一周后过敏溃烂，第三周已经传出阵阵的腐臭味，如果再不就医，还有可能引发败血症。那溃烂更严重的时候，可能两个腋下，因为淋巴组织很多，会造成我们所谓蜂窝组织炎。在更厉害的时候，都可能因为体质的关系，会造成我们所谓败血症现象。他觉得有点怪的时候，应该就去看医生啦。怎么会到三个礼拜，然后腐败什么臭味？他应该是就是说，原来就是用那个东西要来压抑那个臭味。啊，结果他后来造成接触性皮肤炎之后，本身又多了更多的味道，他就又想用那个来压抑更多的味道，结果越用越多，导致他恶性循环。是哈。那一般来说哈，一般会用爽身粉嘛哈，那我们中医也有自己的爽身粉哦哈。那有时候喷的时候，它喷过多，像邱医师提到的，喷过多的时候，你那个皮脂腺啊、汗腺都堵住啦、那自然你那个火气啊，在局部的发炎糜烂的机会就比较多了。所以一些外用的东西还是要注意安全。OK， 好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罗医师他今天抱病还来上我们节目，所以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让他。哎，可以，他不是原来的声音就这样。该讲的时候再讲。可以，苏欣，像这样子的案例，为什么会演变到最后变成这样的、啊？其实很多哎，因为老实说，我们周遭啊，大家一定都有陆续，至少应该这一生都有碰到过几个，就是体味比较重的朋友。那很多人其实他可能从小就习惯，他并不知道。那别人跟他提醒之后，第一个时间想的一定是都是这种体香剂啊，尤其最近真的很流行，所以他们都觉得这样应该就能处理。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应该说我们在做餐厅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他就这样，他其实非常非常的优秀，动作非常的勤快，记什么菜单啊什么都记得非常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得已，我当时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啊，我都只能安排他站在收银台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有亲眼看过他送菜的时候客人的表情。你也知道 B 餐厅就是位置还蛮珍贵的，所以其实还蛮拥挤的，就是人跟人之间靠得还蛮近的。所以比如说我呢，今天要送菜给那个罗医师，因为两桌很近，所以我可能靠得很近。于是呢，罗医师不好意思，就委屈一下，我去送一下菜哈，他就会这样子，比如说啊，他说谢谢，我就突然就看到罗医师的表情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啊。惨了，真的，我以前觉得说应该一般人不会注意，因为我餐厅都是菜的香味啊，应该不会，可是还是会闻到。而且后来陆续就有一些同事会说，那个衣服啊，因为我们是要穿制服的嘛，那制服你不会每天洗，可能是两天或三天啊，上他们会收来送洗一次嘛，哈，然后不是就下班换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制服就会折在柜子里嘛，就开始会有那种同事说，衣服放在柜子里面会有味道。就是说他甚至说就嫌弃说跟他挂在一起的衣服会有味道，所以他一件会染到其他很多件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这样子非常困扰，虽然他真的又非常杰出又非常优秀，我不敢跟他说，所以我就说啊，那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优秀，我们现在升你做这个收银工作，因为我们的收银工作是有一个收银台，就是离客人很远，有一个距离，因为怕抢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会这样子，然后在前面，所以是不会被直接接触，还有一个人工作，所以会困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是没有告诉他，我没有说所以像盛美，你刚刚看那个
VCR 啊，哈，就是喷一些体香剂，其实我们女生也都会喷。对，那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有啊，而且因为各位如果 Google 哦，如果提到为什么那边一阵笑声，如果 Google 之后有关这个病的艺人或名人呢，就会出现我的名字。是哦，只有我的名字。是哦，真的是很可恶，而且我是被爆料的。嗯，你看我平常爆料人家，我现在也遭到天谴。其实他的整个过程是因为我过去会没有去注意到这个，反而是有一次他们要算这个名嘴的收入的时候，就算出来他们那个记者就很高兴说：“谢美姐，你知道吗？你收入很高。”说：“哦。”OK， 他后面就补了一枪说：“可是你知道吗？你以前的同事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以前同事怎样？就是我前同事，我怀疑就是你。不是。好，真的吗？你是因为不好意思对我说，所以跟他讲，对不对？并没有。你的前同事爆料说你腋下的味道太重。”那这跟你的收入有什么关系、啊？我也觉得他会不会觉得说前面说得很开心，所以后面就来一枪，而且我们两个能接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楼层都不一样，我是怎样才闻得到？你教我。有可能啊，我们会在茶水间碰到。但是你觉得他讲的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可公平的事情？就是你自己觉得有？但是我是虚心接受了 ，OK 啦。原来我有这样，不是你马上听了之后马上。没有，不是我当下赶快冲出去问我家里的人说，你们说嘛，妈妈身上味道真的很重吗？很多女生呢，她狐臭不是在这里，她是在，就她先生因为这样。